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下面明天结婚呢，现在我先问一下的朋友们啊，因为各地方跟各地方的习俗不一样，就是陪嫁的东西不一样，看俺娘这次俺妹妹给陪嫁的啥。这次俺娘，哎呀，就是陪嫁的东西就是比较随意，因为也考虑到不要去浪费很多钱，也不要觉得男方家有需要了，就他们家，因为一切是带洗衣机、带电池，还有衣柜，还有一个啥忘了。现在俺娘带的是，现在俺娘给买了个大空调，这是一个历史的大空调。走，还有了，还有电池，一切。就是空调的话可能是南方买，但是这次南方家有洗衣机，妈爹说，哎，给俺闺女带一个空调放屋里又好看，将来闺女买一就行。来，还有这是一个软座沙发，沙发挑的是俺妹妹买的，自己去挑，想中啥买啥。来，沙发是一个大座俩小座，去到这个屋里边，因为现在的屋里边的户型都不一样，然后去选择他们自己家里一个小温暖的家里边的小户型合适的，来配到一块儿，这个还行啊，挺休闲，休闲也大气。还有一个电动车，俺爹买了个买了这个电动车，还不错，因为俺干爹吧比较瘦小，哎，买到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小比较迷你的一个电池，骑上以后我那天试了试，还挺轻的，挺好。这小姑娘骑上以后，哎呀，现在可幸福幸福了。然后这个电池不赖，还买了一个油啥的，还有一个将近上万块钱的一个笔记本，那给俺亮起来了，电不起看那个，这是蚕丝被两个，羽绒被两个，俩被这是铺盖，下面就全部都是四件套，然后这两个呢是小铺垫，小铺垫啊，这都是铺盖，现在才是六铺六盖，因为这是铺地，这是被子，那不是这是被子，这有铺也有被。全部都带走了，看屋里边这会儿满登登的，明天日子走东西也走，都是出嫁的闺蜜，以后不到娘家都是亲。这句话真的让小爽觉得，不结婚在娘家永远都是孩子，出了以后不到娘家永远都成亲了。不知道这个话怎么说，但是结了婚的女士可能有深有体会。哎，你们那边陪嫁都带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咱们一起讨论讨论。我听了这么多，还是觉得行情好。啥叫行情好啊？我的丈二大爷。你丈二大爷，大爷，你妞你摩托，你大爷都没你要钱。你摩托你都没买。现在俺妞结婚都想买摩托，但是后来因为考虑到都出去上班。解释了，解释的是严实。解释。我就是丈二大爷。我跟你说，你那摩托钱你在外头给我，我跟你说你这可聪明了啊，叫他给摩托钱了，这可好，不给我我要不来，非得跟俺爹，俺爹说拿摩托钱了，那拿了花吧，叫我整金呀，爹干走了，我要不到现在我都没见着摩托钱了，家伙真是吧，那钱剩下来的卖别的你不行，不是你那给我剩下来，不是给你剩下来，你能不能给我不是，我看一个网友说，因为东西剩下来之后，我拿着钱儿，那年买。是开心都行，以后都是一个稳定的小家庭。对，也希望他们在以后步入婚姻，哎呀，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嗯。都还小，也希望他未来的婆婆多多包容，也希望盖盖的，多多。那句话咋说？羡慕一点。对对对。希望这个家庭会更好一些。拜拜，开高兴了啊！现在开始布置屋子了，布置屋子了，开始。这屋里布，这屋里，把一布置好了，就特别有这个感觉。